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这回必须给李子源加鸡腿了，汽车广告看到了，很满意。果果哥，你放心，你的牙保住了。诚意，滴管跟牙有啥关系？果果哥，你可是不知道。巴拉巴拉一堆后，诚意真不是无缘无故担心的。当时还没官宣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担心汽车广告，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张图，我真不敢想象，如果诚意的广告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，估计别人还没笑呢，果子就得疯了吧。看来小李子是真的把大家的意见听进去了，专门派人亲自指挥贴广告了，不然真不敢保证果子们会做出什么事来。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，想把某人的帅脸画下来，才发现自己的画画水平有多烂。我的牛奶还没全部回来，周边就已经先到了。果然就如我那位厉害的老板童丹说的一样，牛奶是赠品，周边才是正品。收到周边的同时，也想请大家顺便尝尝自家的甜牛奶。这位小老板果果会不会也悄咪咪把李子源的周边给自己留了一份，然后日夜观摩呢？该说不说，李子源的周边质量是真的挺好的，很精致，而且真的是用心了。礼盒盖板真的可以买个相框裱起来了，每天睡醒对住这张帅气的脸，整整一天都能保持好心情。就是行李牌，那是一点也不舍得挂在旅行箱上，我怕被人偷偷薅走。刚刚被一位姐姐安利了透卡的新玩法，我的思路突然一下子就被打开了，这不就跟小朋友的画画投影是一个道理吗？天知道我有多羡慕会画画的果子，他们总能画出不一样的哥哥来。咱就是说，有没有一点点可能，我也能对主光当一个灵魂画手呢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